当年我喜欢以人试药，却被药王谷的同门所不容。这么多年，辗转江湖，幸得赤王殿下收留，在这里一住就住了十几年。如今，终于取得了成果。大家长，他就是我最完美的作品。我见过他，他很强，但并没有那么强。我的药会让他变得更强，因为他已经泯灭了自己的心，就再也无所顾忌。没有枷锁的猛兽才是最强大的。大家长，这样的药丸，每日一粒，吃上三日，带他们来见我，我给你一个最强大的暗盒。